我给你煲了汤，快来喝。醒醒，醒醒，嗯，醒醒，吃晚饭了。嗯，我给你煲了汤，快去喝吧。我睡着了。从没见你这么累过，一沾枕头就睡着了。唉，只有在你这儿，我才睡得踏实。给我生个儿子吧。真的？真的。姓李的。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先吃饭，先吃饭啊。别动。鞋哪来的？早上放桌上的，不是你送给我的吗？这鞋已经送到我这儿来了，你快想办法破案吧。你为什么要隐瞒你跟苏红玉之间的关系？苏红玉，我当年对她是真的有感情，但是我没有发现她是个贪图势力的人，所以我就离开她。后来我也想明白了，找女人得找会过日子的。但据我所知，你的妻子沈金兰花钱也是毫无节制。我岳父有钱，他宠女儿，所以你当上典狱长靠的也是岳父的关系。这跟案情有关系吗？乔警官，你快想办法破案吧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下一个就是我了，乔警官，你得救我，求求你了，救救我，我不想死。谁啊？青青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姐姐回来了。谁？阿玉姐姐回来了。在哪儿？在你身后。是我。什么？沈宁安是谁？沈元阳的二弟，沈静兰的亲哥哥。三年前就死了。沈家有三位子女，除了大少爷沈远阳和死去的小姐沈金兰，还有一位大小姐。班主死了，额头上刻着我二弟沈念安的名字。听说二少爷三年前就死了。我二弟前几年得了肺痨，花了大钱也没治回来。那他认识云台戏班的苏红玉吗？谁？云台戏班苏红玉。我当谁呢？一个戏子，下九流的娘们儿，沈家不会碰。那为什么班主的头上会有他的名字呢？你问我为什么？我还想问你呢。抓不到凶手，每天变着法儿纠缠我们沈家，你算哪门子警察？你不说也没有关系，我一定会查清楚的。别再查我二弟的事儿了，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。
乔警官，我拍点东西不违法吧？我决定接受你的提议。啊？什么？我好像没太听清楚啊。我说我决定接受你的提议。看你这么可怜，我就再相信你一次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说吧。案件水落石出之前，不可以发新闻。乔大警官，您放心，我也是有职业操守的。合作愉快。啊，说吧，你想问什么？沈念安。你可以啊，都已经查到沈家二公子沈念安了。你命好，我调查了一些线索，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找沈念安。哎，有必要吗？当然有必要了。你是不知道，这儿经常鬼打墙，要不是我带着这玩意儿，我们俩，呸！哎，就这，就这。这里就是沈念安的墓。这个墓碑上为什么没有他妻子的名字？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状况，说是女方不配署自己的名字。不配？是因为他和他太太不是阳间配对，冥婚。你猜这里面的太太是谁？猜是没有用的，真相需要证据。什么意思啊？挖开。